大家好，我是迪丽热巴，我加入由共青团中央和新浪微博发起的我和我的家乡活动。我的家乡在新疆，新疆有很多美味又独特的美食，比如伊犁县的手工馕，还有和田大枣，还有我最喜欢的酸奶疙瘩等等。希望大家可以常来我们新疆，跟我们一起多多关注家乡的特产，助力脱贫攻坚，共建美丽新疆。